哎呦，你以为什么？膈应死了！芙蓉妹妹，秀才哥哥，换一换。芙妹，才哥，听着那么别扭。是啊，你要不要叫我名字试试？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吕金猴。哎，知道了。猴哥，我也要听，我也要听。你要听什么？ 休憩啊！你们讲哪儿了？去去去！你属耗子的，见缝就钻。我属什么？你别管，你属什么？我可知道。猴哥，我饿。哟，客官，您是打尖儿啊，还是住店啊？暂没见你掌柜的。呀，掌柜的不在，您有事跟我说。你赶紧给我把马喂好啊！哎，草料要细一点啊！哎，好好好。 出来可是赏味啊！我给你说，我这可是纯种的大玩具啊！这和谁说话那么横？皮破，就跟谁没骑过一样。你这个店开了多长时间了？你活了多久，这店就开了多久？妹，你这个小女子，你给我滚开！八戒当心，我去找老白去。走。 算下去啊，还想得个东收呢？嘿，我看你是马不知道自己的脸长。你是牛不知道自己皮厚。知道不知道？我这两个铁蛋子，招呼我你这种。哈哈哈哈哈！铁蛋，我连蛇胆我都吃过。哎呦我天哪！这老家伙挺有手劲儿啊，这玩意儿挺沉。 事先说一声，哎，俺娘身体还好吗？俺爹张刚的吧，武功练的咋样？还妥不妥烂了？爹，白展堂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，我是秀才，我哪会点穴？不是，是秀才让我干的。哎呀，你站住呀！我让你学到解开呀，不要闹。这小子的功夫还不错。 哪一派的？妹妹太清楚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真知道咋的了。啊，不知道，连个弟媳都不知道，你咋子把他找来了？我以后给你撂蹶子咋办呢？咋撂嘛？他又不是个马。我会注意的啊。爹，你这次来干啥呢？黄山派那三个人。 是你介绍来的？啊，对啊，他们干的咋样呀？啊，还不错。不过他们是一阵啊，哭的很啊。不是，我这咋哭了？你有马没有马？我要马干啥嘛？连个马都没有，你夫妻还得走路，这还不叫哭？我这回来啊，就是要把你接回去啊。我不回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这个店咋办呀？ 便宜把他府里了，啊，这些伙计，卖给咱走的，全都带走，不愿意走的，就得解散。真的呀？他还欠个银子呢。把他带走，回去当个试官丫头。哎，等你兄弟长大，往国一去，哎，正式当不了，当个妾总没问题吧？切。 做梦去吧！你还怕他配不上个儿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俺不嫌弃。哎，他再也还能赢过马，吵死你他，总能搬过来。爹，我已经嫁人了，你就不要再管我了。我不管，谁管嘛？ 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不好好在我圈里兜着，就圈里。家里，哎，一个寡妇家整天在外头抛头露面，你不要我脸，我还要这脸呢吗？那就养自己的去呗，我的脸我自己会要。你看咋？几年不见，你还学会了撂蹶子了？你看我不打的你。 哎，人样麻烦。
中途马穿，不好好说，千万别动手啊！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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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消消气啊，消消气，别生气了，喝口水。在您那儿当镖师，一个月给开多少银子？啊，这个。我听说你要把这店给卖了，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呀。咋？来啥呀？来呀！你不是想发两圈？来，我都陪你发两圈。别，大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大爷，你饶了我，大爷，你别住手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兄弟，你可来了，兄弟，谁是你兄弟？你啥意思你啊？你个没大没小没头没脑的东西你！嘿，你个臭小子！你以前是干啥的来着？啊？哦，生命在于运动，慢跑有益健康。他咋跑了去？到时候了，每天在这个时候他都得出去练练功。哦，你准备准备，嗯，咱们马上启程。现在就走啊？对啊，掌柜的还没答应呢。困吧，把他带着走。不，咱们这太不讲道理了吧？我是他爹啊，我都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了。别着急，我有招啊。你魔掌门啊，我这一次来呀，我要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祥玉的事情。哦，那个什么事情您坐下来说啊。我这个闺女啊，我脑子笨得很，也不会来事儿。这段时间啊，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啊。嗯，确实够麻烦的。我这个女子呀，从小是娇生惯养，也没多少文化。哎，这样的女子搁到阿头都是个累赘。确实够累赘的啊。所以嘛，我这一次想把她带回去，省得在你这儿丢人现眼。你确实够丢人现眼。你把她带走，我怎么办？你该咋办就咋办嘛。啊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走，那咱们一块儿到汉中去。那汉中好玩吗？好玩的很呀！过年过节的时候，那到处都是人。人有啥好玩的？那你玩啥呢？骑马，你喜欢不喜欢？骑马啊！你们家有马？还我个大玩具，走20几匹。你要是想骑马了，我叫10几个彪子陪着你。啥时候发累了，啥时候下来。哇塞！那咱们现在就走吧。哎，不着急。我这一次来呀，不要是想请你给我劝一劝祥玉。还劝什么呀？拿绳子一捆，直接带走呗。哎，不行，那好马活费不能抢人头，弄不好就抢着了。不懂。那好吧，来，我教给你啊。